不是那个。我眼睛就比较好吗？哪里没有这样？汉堡呢？来一个面进去，休息一下，都吃饼干吗？不会，一转有这边，你先去吃饼干，后面有茶。放这样哦，那你选的颜色哦。对呀、啊，你看我还买第一次还不够，后来我再去买它的那个什么，它的那个颜色就有色差了哦，所以有的颜色有一点不一样，你注意看，稍微一个比较暗一点点。有喝的啊，那你去泡啊，这边那开水在旁边。可以啊，你就别太长，你的眼睛那边不是那边的，对呀，对，要不然太长。要帮我剪一个，我要示范的毛线，我的是暗的，我的要先示范，这样他们才不会那个。准备好了吗？好，等一下哦，我的，再等我一下下，我剩一朵花。我再一朵花，我再教下一个步骤哈。你可以拿你的那个，我先装水一下。看他头上的。